众将道路塞得水泄不通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回到彰化和美老家扫街，受到街坊邻居热情欢迎，还有家族故交拿着照片前来相认，表达对萧美琴的支持。当地民众不但拿着老照片热情相迎，还拉起红布条为萧美琴加油，许多民众也纷纷上前握手合照争相签名。老家邻里相亲的热情让萧美琴感到温暖。今天是非常的感心，乡亲出面隔壁大家拿到以前的相片，连我那个一两回相片都给我吹出来，看起来太温暖了。让我感受到我们彰化县、咱彰化人的温暖。回到彰化，萧美琴也陪同立委候选人陈秀宝及黄秀芳一起车队扫街拜票，盼在大选倒数十八天的最后冲刺阶段催出得票率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叶习宏、黄亮简、黄燕玲，台湾彰化报道。